小同事麦克风请准备，也看一下后面的大机器，跟他们挥个手，嘿，谢谢你来报道我们庆功，今天是我们最棒的同乐会了，玩家粉丝都来了，麦克风请上，谢谢。全亚洲的电子媒体朋友们，再过10秒钟轮你哦，也欢迎郭雪芙给慢慢的走回舞台。